非常疗愈哦。我们继续，这个游戏就是必玩了。小熊发箍帽子。成就给我看一下。我觉得他如果有在更新，我就觉得可以一直玩下去。你看他都一直有在更新，然后每个月也都会出一些新的东西，超级可爱。那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要看我们的几滴几滴几滴这样。